以八秒，王英豪就率先完成了第一个金字塔魔方。国际队的内森目前开始了第二组斜转魔方的复原，但是王英豪已经比他快了将近八秒。斜转魔方的复原，内森紧追不舍，大概只落后两秒左右的时间。现在到了飞神了，飞神，哇，这个手速完全看不清楚。日本选手福建优势已经完成了他的第一个魔方。王英豪紧随其后完成了第一个，两人目前时间差距在十秒左右。6.75 seconds and completed all of his cubes. 我宣布，王英豪